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远大公益讲堂。那我们现在先以掌声欢迎今天的主讲贵宾。我们先欢迎今天主讲人苦林老师，以及主持人东森主播韩佩颖小姐，以及今天的主办单位远大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曹金孙先生，以及文教基金会副执行长曹秀云女士，以及时报文化出版社长莫昭平女士。再次以掌声欢迎他们。那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今天美丽的主持人东森主播韩佩颖小姐。谢谢大家，午安，很开心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一个很美好的下午。我是东森新闻的主播韩佩颖。大家可能平常都是在电视上看到我，因此很开心有机会我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次的演讲。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的期待等一下苦林大哥会跟我们分享什么样他的人生的经历。那么今天我们的远大公益讲堂呢的主题就是你所不知道的大自然。那么相信呢，大家对苦林老师的印象呢，应该在这几年当中他从山林当中获得了平静，他今天也要告诉我们如何发现大自然的丰富，然后来找到简单生活的美好。那么今天我们已经有介绍了几位与会的贵宾了。那么这一次呢，其实我们的远大文教基金会呢，从2011年开始就举办了这样子的公益讲堂活动，透过了每一个月一次名人跟民众之间的交流跟分享呢，让很多人都获得了很多很美好的生活经验。然后也因此呢，这个远大公益讲堂也获得了很多朋友们很热情的支持，还有很热情的回响，也因此今天我们就坐在这边，然后分享这一个美好的时刻。那么呢，当然要感谢我们的主办单位，也因此一开始呢，让我们来欢迎的是我们的远大金控行政长跟我们的远大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我们的杨金孙杨执行长上台来为我们说几句话。欢迎执行长。主持人苦林老师，各位现场的贵宾们，大家午安。午安。很高兴大家利用周末来到这里啊。那我想，远大公益讲堂走到今天4年了啊。那我们一直很努力做一件事情，就希望透过一个周末的时刻，让大家可以团聚一堂，了解台湾有很多人在为这块土地尽心尽力。铺桥造路是公益，那济弱扶贫也是公益。同样的，像苦林老师这样，把自己的智慧、把自己的幽默带到山林，那把它奉献给大家，也是一种公益。希望透过这样的聚会，让台湾的更多的真善美散布在每一个角落。那我想今天最重要的是苦林老师，我们就简单讲到这里。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礼拜天下午。非常感谢我们的杨金孙杨执行长。那么今天呢，还有我们的与会贵宾。其实呢，大家没有发现，其实好多的人都很默默的在为台湾耕耘，然后为台湾尽一份心力。包括我们的社长，社长也非常的热血。刚刚才发现，原来社长也是志工，非常的厉害。让我们来欢迎的是我们的时报文化出版社的社长莫昭平女士，欢迎社长。苦林老师。主持人，杨先生，曹小姐，各位贵宾，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午安，非常热烈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这场难得的演讲会。那苦林老师他是我的师父，也是我的大学长。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是4年前的时候，我们这本书叫做苦林瓦信的魔法森林的新书发表会上，那我不小心说了一句话，就是我很希望退休以后可以做跟苦林一样做雪霸国家公园的解说志工。那苦林很认真地跟我说，你不用等到退休啊，你现在就可以做。那刚好呢，那个时候就是雪霸国家公园招收解说志工嘛，那我就很幸运地录取了。那就经过上课，然后实习的时候，我也是就是很刻意的跟着苦林老师实习。那我就发现说，游客特别喜欢苦林。那当然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当然苦林是名人嘛，大家都喜欢追星。对，第二个呢是这个苦林很会跟游客嘻嘻哈哈打成一片，好，女性游客特别喜欢他。
那第三个是他真的很会讲，他真的很会讲。第一个是说他有实力啦，他是真的非常认真，就是想当年苦苓在开始在雪霸国家公园的时候，他一待就是待一个月，比方在武陵一待就待一个月，然后白天他就出去看花草树木、虫鱼鸟兽，晚上他就在这个晚上呢就在宿舍嘛，好就读资料，好就上网，然后问不断的请教专家，这样子，就他真的就整个融会贯通，变成他自己的好几套系统。那然后呢，他也特别会解说，他就是说他的自我要求是说，他希望每一个游客都听得懂，而且听得下去，听得懂，听得下去。所以呢，他会用这个最生动、最有趣的这个比喻或者是故事，哈，把这些大自然的知识让大家在嘻嘻哈哈当中呢，不知不觉就吸收了。那这本书呢，《苦苓与瓦信的魔法森林》呢，就是其实是很多的朋友、很多的游客要求苦苓可以把他的这些知识、体会、心得能够写出来出版成书，哈，所以就后来就有了这本《苦苓与瓦信的魔法森林》。那么4年以后，我们做了这个增订本，哈，又增加了很多的内容，哈，这样。那我们希望呢，这本书呢是大家亲近自然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入门的一本书。好，那我们也希望说今天好，我们可以在这边能够亲自来听苦苓老师怎么跟我们说你所不了解的大自然。谢谢，非常谢谢我们的社长。好，那当然这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你所不知道的大自然。我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苦苓老师，欢迎苦苓老师。大家好。好。12年前，我是一个电视主持人、广播主持人、畅销书作家。那每年的演讲上百场，也拍过无数的电视广告，可以说是炙手可热，红极一时。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人间蒸发，没有人知道我到哪里去了。一直到8年以后，也就是4年前，我出版了《苦苓与瓦信的魔法森林》，那大家才知道，原来我跑到雪霸国家公园去当解说员去了。为什么我这样的一个人会跑去当解说员呢？大家都百思不解。其实答案很简单，只有4个字，就是走投无路。因为在社会上做错了事情，那得到很多，使得很多人不谅解，那么很多人就批评我、指责我，我就觉得人好像不太喜欢我，那我就到没有人的地方去。哪里没有人呢？大自然里没有人，山里面没有人，那山里面只有植物，植物它不会讲话，所以它不会批评我。动物呢更好，它比我还乱，所以对我也没有意见啊。那我就很高兴地躲在山里面，可是躲在山里面师出无名啊，总要找一个借口啊，所以刚好看到雪霸国家公园在征求解说员，我就跑去应征。去应征的时候，我怕他们因为我是苦苓而不相信我会愿意来做这个，因为这完全是自工的，完全是无给职的工作。所以那时候我已经没有主持电视节目了，所以我留了很长的胡子，我就拍了一张留胡子的照片，而且写上我的本名，也没有写我的经历，希望他们不要认出我是苦苓，而给我一个可以录取的机会。那结果后来媒体的报道是苦苓易容应征国家公园解说员，我都变成施明德了哈。那么去应征的时候，其实他们早就发现是我了啦，但是他们也不动声色啊，让我去应征。那应征就是面试，面试的题目只有一题，很简单，我现在泄露给大家。那当初我也是泄露给莫昭平，他才考上的啊。这个题目就是你为什么要来当解说员？题目很简单，但是如果只告诉你题目，不知道答案也没有用哦。好人做到底，答案我也告诉你，答案就是因为我热爱大自然，这样就录取了啊。
那所以作为雪霸国家公园的解说员呢，我也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雪霸国家公园。雪霸国家公园有人说在新竹，有人说在台中，有人说在苗栗，那哪一个才正确呢？哎，内行人都知道啊，每一个都正确。那雪霸国家公园事实上包含了这三个县市的地方，它的总面积是比台北市的八倍大的，所以它那为什么叫雪霸呢？因为它包含雪山啊这个地方啊在内，包含雪山，然后雪山其实大家都流行登玉山，玉山是台湾最高的山，但是我必须说雪山是台湾最漂亮的山。雪山呢有冰河的圈谷，有黑森林，有翠池，然后在369山庄前面有一大片枯掉的白树林，那这个白树林在秋天的时候，它底下的鸾大花丘会开，就会全部变成红叶，看起来就好像火还在烧着这树林一样。然后它有很多的石瀑，石头的瀑布，因为很多石头形成像瀑布一样，还有石海，石头所形成的海。那去登山的人就会怀疑一点，就是为什么山上有那么多碎石头？山上的石头应该是比较大颗、比较完整的啊。那原因在于说，这些石头它虽然是很坚硬，但它是砂岩，所以它还是会渗水进去的。白天它水渗到石头里面，到了晚上，山上的温度降低，降到冰点以下，那么水就在石头里面结冰了。那水结冰的力量是很强的，它足以把这个石头炸开。所以我们有时候晚上在这个山里面扎营的时候，就会听到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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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炸开的声音。好，所以山上会有那么多碎石头。那这一点也让我们觉得很奇特。为什么我们来讲男人说女人柔情似水，对，男人坚硬如石，可是呢，那么坚硬的石头碰到那个水结冰的时候，石头还是会碎裂的。所以在这里奉劝各位男士，千万不要让你所爱的女人结冰，否则的话你就会像我一样粉身碎骨啊！这是我从大自然得到的第一个体验啊。好，那么雪山，然后呢，大霸尖山啊，这是两个山。大霸尖山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大霸尖，这里有个小霸尖，像两个酒桶，所以他们又叫酒桶山。那原住民泰雅族说他们是从这里发源的，我不晓得他们为什么要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发源，是不是因为这里有酒桶的关系啊？那这个雪山跟大霸尖山国家公园，其实它正确的名称是国家自然人文保护区，它跟一般的森林公园、都会公园不一样。公园一般公园希望你去玩，国家公园希望你不要来，因为里面的资源太宝贵了，一旦破坏就没有办法恢复了。所以国家公园的工作就是什么都不做，然后就希望什么人都不要来。可是所以我们每次当我们国家公园的解说员对着游客说啊，欢迎大家来到国家公园的时候，我们都是言不由衷的，我们根本希望你们不要来，然后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啊。但是什么都不做，然后什么人都不要来，要拿那么多的国家的税收预算也不好意思。所以我们在国家公园的边缘的地方找了三个游憩区，这些游憩区是不用申请的，像雪霸国家公园你要进去除了要办入山证还要办入园证，但是这三个游憩区是不需要申请就可以来的，就是像武林这个地方，那每年这个春天的时候会开放20000棵的樱花，非常的漂亮。然后这是观雾，观雾是从新竹这边进去。那给各位看的这个目的不是看这个漂亮的雾景，是看这位帅哥啊，这就是我在山林里面浪荡的样子啊。还有一个是雪见啊，那么大家比较少知道，在苗栗它是可以看到，从每年的冬天开始一直到三月份就可以看到雪山到大霸尖山这整个圣棱线结冰的样子，所以叫做雪见啊。这三个地区呢是各位不需要申请就可以去的。那你去的时候只要你有20个人，你就可以上我们的网站申请说我需要一个解说员帮我带队，那我们就会派一个解说员给你。我们解说员就是在这三个游憩区负责跟大家说这里是多么多么的美好，这里是多么多么的重要，所以大家这样玩一玩就好了，那继续让我们保护这整个国家公园，大家继续不要来，我们继续什么都不做好不好啊？那这是这三个地区啊。那这就是我担任解说员的英姿啊，据说这是我生平最帅的一张照片啊，我想也是，因为制服掩盖了大部分的缺点啊。那我们在担任解说员的时候，当然我们会有上很多的室内课啊，上很多的室外课啊。我们录取面试录取了之后，我们上课啊，这整整两个礼拜，所有的动物、植物啊、地质啊、星象啊，所有的专家拿他们的毕生所学把我们教会。教会了以后就我们就
整天的读这些东西，背这些东西，因为我们都不是本科系的嘛。然后当我们都把它记住，准备考试的时候，结果没有考试。我们接到消息说你录取了，你现在是学霸国家公园的解说员啊，这么简单啦、啊？那这太不爽了吧？我多喜欢考试啊！但是呢，你不要以为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哦，因为你成为国家公园的解说员，这是只是试用解说员而已。试用多久呢？试用一年。那怎样试用呢？就在这一年之内，你要带着游客走国家公园里的步道，然后带十次完成任务，你才成为正式的解说员。那你说这个事情很困难吗？这个事情非常的困难。你想想看，一条步道起码两三公里，两三公里的步道有多少的植物，有开了多少的花，有多少的虫，多少的鸟，你通通都要认得。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几乎是做不到的。所以对解说员来讲，第一个噩梦就是被人家问这是什么，答不出来就完蛋了。所以通常再走一条步道，又给他问这是什么，这个叫做山花啦，山花啦，山花啦是什么啊？山里面花里头叫做山花啦，啊，不变啦，好，好蒙混过关哈。但是呢，继续往前走不行。第二个又被问到这是什么，答不出来，这心里面有点慌了。这个叫代茶哦，代茶有这种茶，有啊，等待我去查。好，这可是步道还是很长，还没走完。第三次被问到又这是什么，他又答不出来之后，心情已经很差了。啊，这个猪问草哦，猪问草什么意思啊？就是猪才会问的草。啊，当然这是开玩笑了哈。那么这个绝对不是讲猪问草，所以我们在学霸我们都要背一句这个秘诀，叫做植物有二十七万种，植物有二十七万种，植物有二十七万种啊，连做梦说梦话都在说，就是为了预防有一天当你被游客指着说这是什么，然后你答不出来的时候，你就不能再嬉皮笑脸，你要很严肃很认真的说植物有二十七万种，虽然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难免有一两种不认得，啊，这一种刚好是我不认得的啊。啊，你既然有兴趣，我把它记下来，好，照手机拍照，然后记笔记记下来，我保证一定把它查出来告诉你，请你给我你的 email 地址。啊，你没有 email， 那太好了，再见再见。哎，逃过一关啊，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那因此，刚刚这个莫社长有提到我的学妹哈，那么我入取了国家公园的解说员之后，我就在武林住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自费住在那边，然后每天就出去看各种的虫鱼鸟兽草木，不认得的就去把它认得，就去把它查出来，查不出来就去问，问，然后把它全部画下来，全部画下来。所以在这本书，在我的第二本《苦林的森林密语》里面，有很多小鸟，算是我画的，像这些鸟，我没有学过画画。但是我把所有的我看到的那些花草树木虫鱼鸟都画下来，因为只有用画的，你用看的看过就忘了，你用拍照的也不会有深刻的印象，只有你亲手去画它，你才知道它的结构是什么样子，它的颜色是怎么样子，它是怎么组合的，你才能够真正的去认识它。好，我们通常来讲说看六次你可以知道一个东西，看二十一次你才会记得啊。所以如果你觉得我应该认识你而我没有认得的话，那应该是我们还不到碰面到二十一次的关系啊，只要继续见面总会认得的啊。所以我花非常大的时间功夫去记这些东西，然后包括所有的书本啊，所有的杂志，甚至电视的国家地理频道的节目，只要看到任何跟自然有关的都去把它记起来，先把它记住再说，管它是什么。那即使到了今天，我每次要带游客去走步道的前一天，我一定去把这个步道走一遍，确定说我认识这个步道上所有的东西。因为你走在步道上，鸟还好了，因为鸟飞得很快嘛。然后那什么鸟在哪里啊？啊，等一下早点告诉我啊，就过去就算了。对，如果是虫，你就趁别人没看到不认识的话，就把它拨到旁边去。对，可是那满地的花，你采也采不完啊，总不能一直采一采。你们看那边啊，我在这边采花啊。所以基本上你还是要认得，就确定说，哎，这条路上一个，尤其每个季节它变化不同嘛，我通通都知道大概哪些东西我认得，甚至我听到那鸟的叫声，可以确定是哪一种鸟。然后真的不知道了，就去问，打电话去问，然后去电脑查，查不到就去问我们的员工，我们的这些学长啊，所以我们的办
正职的人员，所以他们在学霸大家有名的最害怕接到我的电话啊，那个王玉仁又来了，又来问这个问那个的啊。但是就是要这样子问，有这样的把握确认，我才可以带着我的游客去走一条步道，而让他们能够从中间很满足，能够从这个中间学习到自然的东西。可是事实上这还不容易，因为大家到很多地方去都有解说员，很多人很怕跟解说员，那很多解说员也很害怕带游客。因为我们常常有一个经验，带着游客譬如20个人就一起走，然后你就一边讲一边走，走一走后来发现哎，今天好像不到20个，大概只有15、16个，大概没关系，他们勉强啊算20个嘛，我们为民服务无所谓，继续走，再走走一走，哎，突然怎么剩下大概7、8个而已啊，是不是天气太热了，还是说有些人走得比较慢，那我们就放慢脚步慢慢讲啊，然后呢再继续走，最后终于坚持嘛，一定把事情做完，走到步道的最后面只剩下一个人站在旁边，我们心里还是充满感激啊，这位先生你对大自然很有兴趣哦，他说我是导游我不好意思走。所以大家很害怕的在这里，很多解说员他学了很多东西，他恨不得倾囊相授，所以一来他就变成哎，你看这个花哦，这个是二年生草本植物，轮状花序，雄蕊一只，雌蕊4只。你想说痛啥，我在胸科啊，我是来玩的，我不是来上课，上课我回教室去就算了。所以很多人听到解说他觉得很无趣，觉得很无聊，不想学这些东西。但是呢我们台湾人宰心仁厚，不想学这些东西又不好意思跟解说员讲，所以就从后面偷偷的溜掉，一个溜走，两个溜走，溜到20个，剩下一个人。这个啊，说明台湾人真的是很有修养。我说这样子你还说有修养，这有修养啊，因为怕解说员难堪嘛，所以我们偷偷的跑掉。那你说不然是怎样，不然我们有时候带到大陆同胞那不一样，走没多远啊，别听了，无聊死了，咱们走了，多直接啊，他才不跟你来这一套。所以我说以这点来讲，我们台湾人算是比较厚道一点的啊。所以那这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你了，你做一个解说员，那么游客来是来玩的，他是充满着娱乐的心情，可是你又充满着教育的那个意味，那谁要在娱乐的时候被你教育呢？所以你就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你就要想办法让你所讲的东西是很有趣的，是他想要听的，想要知道的。事实上大部分我们对植物对动物我们兴趣不大，我们最有兴趣的是人，那我就怎么样把我要讲的东西跟人挂上关系，跟让这个东西拟人化。所以这是我们解说最大的挑战。那对我来讲，我可能比较有利的是，因为我长时间从事表达的工作嘛，不管演讲啊、电视、广播，所以论这个解说的艺术，论艺我是很差。如果自然生态的分数满分是10分的话，我现在大概也只有3分啊。但是论术，我们大概表达的术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就想办法来把很多东西讲得让游客发生兴趣啊。譬如说我们讲到这个盆啊。讲到树要往上长，树为什么要往上长？因为上面才有阳光，树长得高是为了把树叶放在高的地方啊，让它可以吸收阳光啊，行光合作用。可是树要长高就必须长得粗长得壮，那要花很多的养分，要花很长的时间，因此就演化出一种植物叫做藤。藤呢它就不用自己长，它就攀在树的身上啊，甚至树不让它攀，它可以绕好几圈，然后呢，所以它就不需要长得很粗大，它就可以长到跟树一样高，甚至比树还高。那藤也是有根的，从下面长上来，它也是有叶子的。藤把它的叶子放在树的叶子上面，结果树吸收不到阳光死了，藤反而就活下来了。所以藤被认为是高等植物。为什么叫高等植物？就是说一个人什么事都不做，靠着别人就可以过得很舒服的生活，那个叫高官啊。那一个植物它什么都不做，靠着别人它就可以过很舒服的生活，那个就叫高等植物啊。所以藤是被视为高等植物的啊。而且我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新竹的狮头山有一个藤坪步道，那里有个解说牌写着一首客家歌，写什么？写说爱海秋你海汤，你也树爱海汤，你上爱秋上，你死爱秋死，说你是树我是藤，你活我就活，你死我就死，好感人啊。请问树死了藤会不会死？不会的，树死了就死了，藤好好的在那边，马上换一棵树去挂啊、哦。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狮头山看这个，看这个3月份的时候去看雪藤。雪藤它的树出
那个盆非常的粗壮啊，开的花是红色的，那个种子几乎有一颗围棋子那么大。那你看这么粗的树，它居然还不做树，还去做藤，可见的那就不是能力的问题，那是品性的问题了。那有的时候，像我曾经带到这种北一女校友会啊，蚂蚁男啊，跟一些这些退休的这些太太们啊，那为了争取妇女票嘛，刚刚说的女生特别欢迎我，所以我就说各位太太，那个我们女人啊做得很辛苦，所以也不要什么事都靠自己，如果有树可以靠，我们就像藤一样去靠一下也不错啊，但是万一树有个三长两短，那我们千万不要想不开了，自己要早一点想办法自保。我是一番好意这样说，结果被一个人打枪。那个太太说：“哼，这个时代谁是树，谁是藤还很难讲。”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所以，我们从植物的生长开始，那讲这个东西。那接下来就讲树上再长什么？长叶子，长叶子，枫叶。很多人说啊，枫叶啊，枫叶跟什么七叶，其实是念簇啦，哈，木字旁一个清晰的七。枫叶跟簇怎么分啊？有人说枫三啊。什么五簇啊什么的，其实枫叶跟簇叶，枫跟簇的关系就好像荷花跟莲花的关系一样。荷花跟莲花有什么不一样？好，你想说浮在上面啊，根很长啊，那内行就知道荷花跟莲花是一样的，荷花就是莲花，莲花就是荷花。同样的，枫就是簇，簇就是枫。好，我们在讲的不一样是枫香，有一种枫香三片叶子大大的，然后果子是圆球有刺的，那个叫做枫香。那它是金缕梅科的，它跟枫叶就完全没有关系。我们去澳万大赏枫，赏到的其实都是这种枫香。那其他的不管三片的五片的七片的，那都叫做枫，也都叫做簇。那所以其实分辨这个的意义不大，那但是比较重要是说，我们要想叶子为什么会变红。叶子为什么会变红？其实不是叶子要枯了才会变红，所有树的嫩叶也是红的，因为它还没有叶绿素。然后等到它有了叶绿素之后，它就可以跟照太阳行光合作用来产生养分，产生糖，就好像产生人类的淀粉蛋白质一样，它就可以活命了。那各位有没有想过，这是非常的奥妙的事情。我们人要活要吃那么多东西才能活，植物只要有水分晒太阳就能活，靠的就是叶绿素。那我们人类可不可以靠这个叶绿素呢？我知道大家都在吃叶黄素，但是如果我们人有叶绿素，换句话说我们人也可以行光合作用，那多棒啊，世界上就再也没有粮食危机了。你说吃早餐哦，你就站在外面太阳晒一下，哦，好饱，很好吃。你看这样是不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年轻的朋友，在座年轻的朋友，希望你把这个作为你研究的项目。将来你如果真的让人可以靠叶绿素为生的话，你不但会得诺贝尔医学奖、生物奖，还会得和平奖。那到时候请你记得，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大厅领奖的时候，不要忘记你当年是受到谁的启发啊。那当然有一个缺点，那你不要以为我是开玩笑啊。在前三年前的国家地理杂志上面，他们就发现了一种阔鱼啊，就是我下面写的海阔鱼，这一就是瓜牛没有壳的那种样子啊。那科学家发现海阔鱼，它出生之后它会吃一点点的海藻，然后呢从此这一辈子它不再吃东西了，它就靠身上的海藻行光合作用来产生养分，让它可以活下去。换句话说，地球上已经有动物是靠叶绿素可以活下去的，因此人类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与其在那边费事的什么基因改作物，不如在每个人身上都带一份叶绿素。以后的小孩第一餐就吃海藻，吃完以后我们就身上就可以行光合作用了。只不过到时候可能每个人的脸都是绿色的，小姐们要打扮可能要多花很多时间。那你说绿的叶子为什么会变红了？其实叶子里面也有胡萝卜素，也有叶黄素。那当叶子阳光还够的时候，叶绿素发生作用，所以只有看到它是绿色的。等到阳光比较弱的时候，叶绿素的作用不够了，但叶黄素就跑出来了，胡萝卜素就跑出来了，花青素就跑出来了，它就变黄了，变红了，变成褐色了。这是它会变色的原因。其实会变色的不只是枫叶，很多叶子都会变色的。那么到了冬天，更阳光更弱了，那连叶黄素、花青素这些也都没有用了，那叶子就掉下来了。植物是很务实的，不用的就掉，树枝不要了掉，一直往上涨，下面树枝就掉，叶子不要了就掉。
但是掉下来的叶子有没有用呢？掉下来的叶子还是有用的。掉下来的叶子落在地上成为腐殖层，它的养分又可以让这一棵看起来已经枯掉的树维持住它的生命，到明年的春天再长出新的嫩苗来，再重新开始它生命的循环跟演化。所以这一片叶子，它其实这些落叶对这棵树是非常重要的。每次看到这个落叶，我就想到我们那个时代了，你们年轻人没有，我们那个时代家里经济比较不好，通常家里的老大，好，不管是大哥还是大姐，都没有机会受太多的教育，然后必须要离家到外面辛苦的工作赚钱回来养弟弟妹妹，养这个家，让家里的生活更好。那这一片落叶其实就像那个大哥哥大姐姐要离家的感觉一样，所以叶子它都没有直接咚就掉到地上了，它一定是飘啊飘啊飘啊，舍不得离开母亲的怀抱。所以落叶它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这样的好孩子你还去捡它，你有没有良心啊？讲到后来就是目的在此了。那不过这样讲有时候也有风险，有一次我这样讲完之后，有一个老太太哇嚎啕大哭，害我很紧张，赶快去问她女儿说你妈怎么了，她说都是你啊，讲到什么从小出去做工养一家人，我妈就想到她悲惨的童年就哭起来了。所以呢，我们讲到叶子，那这是植物的第二个过程啊，成长的过程。但是除了往上长，除了长叶子有养分之外，还要做什么呢？它还要保护自己啊。植物在那边不会动，不会移动，它怎么保护自己？所以有的会有刺，有的会被割到，像芒草；有的呢，你只要碰到它，全身会发痒。那最厉害的就是这个咬人猫啊。这个咬人猫它是荨麻科的，你看只要这上面点点，这其实很容易辨认，一点一点一点，然后边缘是这样嘻嘻嘎嘎的。我们长荨麻疹就是长这个样子，这个就是荨麻科的植物咬人猫啊。那我们到山里面去就通常会叫，尤其是小朋友，不要手乱挥乱碰，因为很怕你碰到这个咬人猫。因为碰到咬人猫你会非常的痒，而且没有办法阻止，是因为它不是毒素的痒，它是里面有一根一根的纤毛，很细的纤毛，它就插到你的毛细孔里去了，所以你就会发痒一整天。那这个时候很难过怎么办呢？你就要找姑婆芋，姑婆芋的筋如果把它捣成汁，然后来插在这个被咬人猫咬到的地方，你就会比较好。但是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没有姑婆芋，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用童子尿。所以有一次我带着一群游客，其中有一个国中生，我就跟他讲说，同学，万一等一下我们有人被这个咬人猫咬到的话，那就要拜托你了。结果这位同学竟然说我不行我不行，那我们也没有想到什么，就他妈妈很紧张问说你为什么不行你为什么不行、啊、你怎么会没有童子尿、啊、那其实这是开玩笑的，只要是尿就可以了，不一定要童子尿、啊、但是要中段的尿，因为中段的尿才有阿摩尼亚，前段跟后段是没有的，所以你还要再算了，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啊、那当然大部分的游客热区都有氨水吧，那你用氨水来稀释来擦就可以了。那咬人猫这就是植物它自我防卫的一种方式。可是我们那个我的那个可爱的小瓦信，他居然跟我说咬人猫不咬原住民。我说你少来这一套，怎么可能？他说我真的，我摸给你看，他就摸给我看，然后甚至还用舌头去舔，都没有事，真是太奥妙了。所以后来我们才理解为什么这样，因为植物它保护自己，所以它都是向外的。譬如说芒草，它也是向外的，这边会被割到，你如果顺着摸就不会被割到。这些刺也是一样，它都是向外长的，你从外面摸下去就被刺了，如果你顺着它的方向摸，其实就不会被刺到。而且我们的手掌并没有太多的毛细孔，我们的舌头也没有毛细孔，所以你只要顺着这个方向去摸它，顺着这个方向用舌头去舔它，都不会有事。我每次跟游客这样讲，从来没有人尝试过。有一次有个高中生非常勇敢的就试试看，他就去舔了，到现在讲话还讲不清楚啊。所以呢，这是植物它还有一个保卫自己的这种方式。那讲到保卫自己的方式，那这生命就可以维持下去了。可是维持到这样还不够，你还要繁衍后代、哦、繁衍后代那它就要开花。所有的植物除了这个苔藓类跟蕨类之外，所有的植物都是会开花的，不管是树还是草、哦、那花是植物的什么器官啊、花是植物的性器官，或者我们说花是植物的生殖器官。所以男人为什么要送花给女人？因为想跟她生殖。你说没有，你那么邪恶，你那么这么想的？我说真的啊，不然你送花给她干嘛？送花给她就对她有好感啊，然后就开始跟她交往啊，然后就恋爱啊，然后就结婚啊，然后做什么？生殖嘛。你看，所以
我们虽然已经忘记了我们老祖宗送花的原因，可是 男人送花给女人，其实是从想要跟她生殖开始的。所以一个男人送一朵，不然你为什么不送树枝，为什么不送树叶，更容易啊，你干嘛要送花？哪个器官你不送，你偏偏送 生殖器官，你还不承认是要跟我生殖吗？哦，所以对我们来看，从自然界来看，一个男人送一把花给一个女生，跟送她一盘鸡兰佛意义是一样的哈。反正都是生殖器官嘛，哦，那可是植物有一点厉害的地方，动物它可以跑来跑去，所以动物可以带着自己的生殖器官跑来跑去，去找别的异性来交配，就产生后代。但是植物是不能动的，植物不能动，那我生殖器官挂在这边挂到死也没有用啊。所以呢，就必须要各尽它的本事，让别人来帮我们交配，哦，所以大部分的花它会有花蜜，花蜜的目的就是要吸引蜜蜂啊、蝴蝶啊，你来采我的蜜。你来采我的蜜的时候，你就会先沾到我的花粉。那我的花粉，花的花粉其实就是精子，就是跟人的精子一样的。那当然谁都不愿意沾到满身的精子啊，对。可是呢，因为我的花蜜在里面，那你就会去沾到它。像不只是蜜蜂、蝴蝶，或者鸟类也是可以的。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大朵的花，尤其红花，因为鸟类对红色特别会注意到，所以很多花它为了吸引鸟类，那鸟比较大只嘛，它需要比较大的重量，所以它就开得比较大朵，比较大朵的红花那是鸟最喜欢的。所以我们台语说大蕊安徽，那不是没有根据的啊。红花通常就要开得比较大，因为它要让鸟来帮它传蜜。那让蜜蜂蝴蝶来传蜜的这些当然也要各尽本事。比如说我们看这种凤仙花，凤仙花照理说我们这一朵花它的枝应该长在这个地方，尾巴这里才对嘛，就它现在长在肚子上，然后它的尾巴这样弯进来一个弯钩，这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叫做距，距离的距。这里面藏什么？当然是藏花蜜，藏在最里面。所以然后我的花粉在外面，所以当一只蜜蜂或者一只蝴蝶要来吃到这里的蜜的时候，一定要往里面钻钻钻钻钻，钻到这里，我不知不觉中身上沾了很多的花粉，很多的精子。等我出来再到第二朵花进去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精子送到这一朵花的柱头来，也就是雌蕊。那雌蕊接着是脂肪，脂肪是什么？就是动物的子宫嘛，它就在里面开始结果，开始有后代了。所以这是花朵用来吸引这个蜜蜂蝴蝶，吸引别的动物来帮它繁殖的方式。那所以大部分的花它必须开得很鲜艳，要不然如果是白花它就会很香，通常我们闻白花会比较香。可是为什么有的花明明昨天闻很香，今天又不香了？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因为已经授粉过了。对，我刚刚讲过，植物是非常现实的，非常的这个讲究效率的。既然已经传粉成功了，还在那边香给谁用啊？就是既然已经嫁到老公了，还干嘛还打扮呢？啊，大概是同样的意思啊。所以花当已经原来香的花不香了，原来红的花不红了，就是表示说它已经授粉了，已经结婚了啊。所以你看到那种一大堆的那个秋海棠啊，在阳明山这一带的步道都有。为什么一样的花有的红有的白？白的就是已经已婚的，那个红的就是未婚的，就这样分辨就知道了哈。那可是并不是每一种花都有本事这样。譬如说我们讲海芋，海芋它不鲜艳嘛，它是白色的，可是它香不香？它也不香。那海芋怎么传播？海芋靠什么来传播？很抱歉，如果你很喜欢海芋，我要让你难过。海芋靠苍蝇来传播。对，所以海芋你仔细闻还有点臭味，我香不过你，我比臭总可以吧？对。反正苍蝇也传一样可以传我的后代。当然我们在这个阳明山竹子湖的那个海域都是人工授粉的啦，所以各位也不用担心说到哪里去都是苍蝇。那因此用苍蝇也可以，甚至用蜥蜴也可以。那我的花长得不漂亮也没有关系，像这个叫这个字叫做墨，就是台语的墨，有没有的没有的意思。墨墨古枭听起来像一种什么武侠小说里的东西，其实它是一种蜜源植物。如果你想要你的院子里有蝴蝶，你不用去抓蝴蝶来，你只要种这种树就可以，种这种花就可以了。这个木古枭的花是白色的，小小朵，一点都不起眼，所以基本上根本不会有蜜蜂蝴蝶要来。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看这个黄色，这一个一个小小的像杯子的，这个叫做蜜杯，里面是什么？里面就是花蜜。所以它因为有这样一个一个的蜜杯，所以蜜蜂蝴蝶就有这个蜜杯的蜜可以吃，因此即使它的花这么不显眼，它们还是会过来，还是会沾到花粉，帮它完成这个交配的功能。所以它是用这个方式来作为它吸引这个媒介的方法。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就告诉我们说，你若无水哦，服务都爱较好诶，
长得不漂亮呢，你就要多给多一点甜头给别人吃啊。那像这个画八仙也是啊，画八仙更有趣，它的花也是不怎么起眼的。结果各位看这种花，我们花有公的花，有母的花，还有假花，中性的花，没有花蕊的花就是中性的花，这个花都是假的。就好像圣诞红，请问圣诞红的花是什么颜色？不是红色哦，圣诞红的花是黄色的，底下那个红色的不是花，那是它的花托变的。你看上面还有叶脉、叶子的痕迹，有没有？那个就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说我原来的花太小不吸引人，所以像这个画八仙它就长出这个假花来。这个假花看起来就像一只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在森林里面就非常的显眼，所以蝴蝶一看，哎呦，那边好多蝴蝶，我也过去看看，然后呢就有机会让沾到它的花粉，让它传播成功。好，跟圣诞红长那个红色的那个叶子是一样的道理的。好，像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说，你要谁做博士啊，你都要看到争哎，啊，要懂得打扮啊。事实上，竞争非常的激烈，因为树这么多，山就只有这么大，土地就只有这么多，你也要长，我也要长，你也要养小孩，我也要养小孩，地方不够怎么办？就要竞争。所以松树它先下手为强，它落下来的松针都有毒，让别的植物没有办法长出来，就先替自己的小孩站好位置了。但这是它的功能，像杜鹃的底下也经常没有植物，它也有一样的功能。但是我们讲的有毒是对其他的植物有毒，不是对人有毒。像我上次讲完，有一个老先生就忧心忡忡的来说，苦林先生，你说那个松针有毒，我吃了松针酒好几年了，我会不会怎么样啊？我说你现在没怎样，应该就不会怎样了哈。那么所以松针第一个，松树它第一个会下毒，好，那第二个松树树结果就好像人怀孕一样，是很辛苦的，好，所以结果的时间通常不会很长，半个月啊，一个月最多，好。但是我们看松果，就是松树的这个果子，几乎一整年都挂在松树上，你就在想说这个家伙结果为什么结那么久呢？到底什么时候成熟呢？其实松树上的果子都已经是成熟的了，在这个果子的缝隙里面有很多的松子，这些子都已经成熟了。那其实像二叶松的松子它是有翅膀的，它随时可以飞出去就可以长出来。但是二叶松它为了要让它的孩子长得好，我不轻易的放你出去，我要等，等什么？我等到今天，哎，气温很适合，气压很适合，气流很适合啊，没有地震，没有台风，没有海啸，良辰吉日我才把你放出去，确定你可以长得好啊。所以这个松树妈妈为了要让孩子确定他长得好，所以他把他放在家里面，不随便的让他出去，那宁愿忍受自己一整年在怀孕的辛苦。这是松树的第二个特色。第三个特色，松树会放火烧山。每次我讲到这里，就会有个人问说，哎，你不要乱讲，树怎么会放火？我说我以前常常乱讲，我现在是解说员，我不能乱讲，我讲的是真的。好，那大家知道森林火灾有几个理由吗？第一个就是因为这个雷电天然的原因，好，第二个因为人为的纵火，第三个原因就是植物本身会纵火。像我们常看到澳洲大火或者美国的加州大火，那原因不明，不明原因是什么？又是树造成的。那你说松树它为什么要放火呢？因为刚刚讲的一样，竞争激烈，虽然它可以占一点地盘，但是还是不够，这个山已经长满了，那我的孩子要长在哪里呢？我要找出新的地方来，可是已经没有空地了，好，那我就放火。放火需要什么条件？第一，需要燃油。那么在松树的松二叶松的松树皮上，大家可以去摸一下，都有那个松脂，脂肪的脂啊，很多原住民其实就用这个取火，所以它已经有燃油了。那燃料呢，就是地上这些干枯的松枝、松针。那燃点呢，也许气温很高的时候，天气很干燥的时候，也许是一只小动物跑过去，也许是两根树枝风吹互相摩擦，恰恰恰，砰就烧起来了。烧起来了，树松树的树皮比较厚，别人死了它不会死。万一火势太大，控制不住，连松树都烧死了最好。为什么？大家一起死，你们都没有小孩，对不对？松树的松果里面，刚刚不是讲已经都有成熟的松子了吗？所以松树一烧死，这些松子哔哔啵啵全部跳出来了，马上就开始长。别人都没有准备啊，他有准备好，所以他最先长出来。因此，只要是火烧过的地方，第一个长出来的就是二叶松。所以你看看松树多了不起，二叶松这是一个伟大的妈妈，她为了她的孩子，第一，她不惜去下毒。为了他的孩子，第二，他不惜怀孕一整年，不辞辛苦；为了他的孩子，第三，他不惜去放火烧山，甚至自焚而死。
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母亲。像这么伟大的母亲，各位，明年的母亲节你就不用花钱给妈妈请吃饭、买礼物、送化妆品、保养品，你就捡，还不用摘，地上捡一根松针送给她就可以了。二叶松的松针刚好两根，送给她就可以了。不过你要是斗胆送两根松针给妈妈做母亲节的礼物，你最好能够讲清楚、说明白，讲得很清楚、说得很明白，否则你就惨了。那你要怎么样讲得清楚、说得明白呢？你就是要买苦灵与瓦辛的魔法森林，自入性行销无所不在啊！真是对不起大家啊。好，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讲解这个植物的时候，那大部分的游客他会觉得，还不就像刚刚各位不知不觉之中，好像就被吸引住了，因为讲起来好像都是跟人有关的，或者是非常拟人化的东西，那你可能就会至少会听进去的，你觉得有趣，那目的我们也就达到了。因为我们并不是要靠着这个来告诉你、教你说这个是什么，辨认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我们只是要让你知道说，生命很可贵，对不对？植物都不容易，大家都是拼命的才能够长大，才能长得好的，大家都不容易，那所以我们什么？所以我们要爱护大自然。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我们说了半天也就无非这个目的，让我们国家公园解说员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爱惜自然而已。那我们不爱惜它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不认识它嘛，没有人介绍我们嘛。那现在有人介绍我们认识它了、了解它了，那我们自然就会对它产生好感，自然就会对它爱护它，自然就会去关心它，自然就会继续的让我们在那边什么都不做啊，让什么人都不要让它进来啊。好，那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去讲。那刚刚讲的这些植物它都是会开花的。那蕨类刚刚说了，藤是高等植物，那蕨类是低等植物。为什么它是低等植物？因为它一直没有演化，它在恐龙时代还是长这样，现在还是长这样。而且它最重要的是说，它不必靠开花来繁衍后代。因为你开花你就刚刚讲的，你要靠别人来帮你传播嘛，可是你就没有这个把握别人肯来跟你传播啊，所以他干脆自己来，所以他被他会那个蕨的叶子上会很多的孢子，孢子囊，孢子囊里面有很多的孢子，这个孢子自己就可以去生殖了，那简单讲就是这样。那所以蕨类被称为低等植物，但是我的想法刚好相反，我觉得蕨类一点都不低等，蕨类是一个三低植物。哪三低呢？第一个就是低姿态，他不跟人家抢，不跟人家争，人家在上面那边放火烧山啊，在那边争来争去，他就躲在底下，他都是通常都在这个树林的最底层，躲在任何没有人要的地方，他就躲在那边，所以他低姿态。第二个呢，他低要求，他也不需要很强的阳光，也不需要很多的水分，也不需要很多的养分，哪里他都可以长得出来。第三个，他 DIY， 就是他不用靠别人来传播这个后代，他自己来就对了。因此，他可以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也可以生存。从古代可以生存到现在，从侏罗纪时代可以生存到现在，而且一直是这个样子。将来即使地球其他的物种灭绝了，它也还会存在的。所以这个才是了不起的。那因此植物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嘛。我们现在这个环境不是也很恶劣吗？所以我们就教年轻人要学会这三低，跟蕨类学。第一个低姿态，我们莫想摇摆，摇摆无落别的故，你要尽量摆低姿态，尽量的谦虚，尽量的这个与人为善。第二个，你要低要求，薪水不要太多，尽量加班，不要休假。第三个，你要 DIY， 不要结婚，结婚要养家养小孩太辛苦了。那你三个低做到，在恶劣的环境你都可以混下去的。接下来我们讲的这一种植物就最厉害了。这种植物呢叫做地衣。地衣是什么东西呢？它是菌类跟藻类共生的东西。菌类跟藻类共生，那地衣有很多种，一种是这种长长的垂下来的，这种又叫做松萝，我们讲松萝步道、松萝湖的松萝。那地衣有些是长在一块一块像粉状的，有些是像这个鹿角或者雪片状的，有这三种不同形状的地衣。通常我们看到树上长了这些东西，我们都以为这棵树生病了，那刚好相反，不是。刚好相反，这棵树证明什么？因为地衣是一种非常厉害的植物，它是菌跟藻共生。菌类就是我们讲的真菌类，就是香菇啦，这个什么香菇类的啦，或者是所谓的那个灵芝啦，所谓的那什么松露啦，这种都叫做菌啊。真菌类跟藻类两个合作的，
因为真菌它有很多的根，它会可以蔓延很多的根，它的根可以抓住植物，可以深入土壤或者深入这个树枝里面。但是呢，它没有叶绿素，它是白的。那藻类它是绿的，它有叶绿素，但是它没有很细的根，所以它们两个合作，你负责抓住生长的地方，我负责来吸收阳光，产生这个养分，所以让它们两个通力合作。所以藻第一，它变成最厉害，就是变成一种先锋，变成一种最厉害的植物，也就是说它什么条件都长得出来，海边也有第一，沙漠也有第一，深山里面也有第一，甚至南极也有第一。南极这个圣诞老人驾车的驯鹿，驯鹿吃什么？驯鹿就吃第一。请问驯鹿吃第一，那圣诞老人吃什么？喂喂，你们怎么这样？圣诞这个驯鹿吃第一，圣诞老人吃跑不动的驯鹿，不是每一只都吃的哈。好，所以第一，它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之下，它都长得出来，这是第一个它厉害的地方，它是一个超级植物。第二个呢，它又是一个先驱的植物，因为你知道石头没有办法长植物嘛，石头要化成沙泥土才能长植物啊。那第一，它的那个菌类的根可以深入石头里面，把让这个石头碎掉变成沙。然后叶子，高山的叶子没有虫来把它蛀掉，那不能成为养分，也是第一来把它弄成养分，所以它是一个先锋的植物。我们现在一直在找说火星上面可能会有生物，火星上如果有生物的话，那不是别的，一定是第一。好，那第三个，第一它还是一种指标的植物，怎么讲呢？它你说哎，既然第一这么强，到处都有长，为什么我家没有？为什么台北市的马路边没有？因为第一什么都不怕，就怕碳，也就是说空气不好的地方不会有第一。因此只要你在山里面看到长第一的植物，你就知道不是这个植物生病，而是这里空气非常的好。你要在那边用力的吸，慢慢的呼，用力的吸，慢慢的呼，把自己肺里面的空气全部换成这个干净的空气，然后再回到城市里来继续污染。那所以第一这样的东西很厉害。那什么叫做，我们刚刚讲它是菌类跟藻类共生嘛，所以第一它可以现在可以制作防癌的物品了，因为它的生命力太强了，已经大家已经在研究它可能是可以防癌的，当然还没有研究出来，所以大家不要下次看到第一直接就拔来吃哈，那我是不负责的哈。那么我们刚刚讲它是两个东西共生，那有的东西叫做互生，有的东西叫做共生，有的东西叫做寄生，那有什么不同呢？寄生呢，就好像说一个人住在你家里面，好，不给你房租，然后还把你家弄坏，把你冰箱东西吃掉，那个叫寄生。好，那共生就是说一个人住在你家里面，可是他给你房租，那你们各得到好处，这叫共生。那互生就是说共生、寄生、互生，还有一个什么生，突然断电了哈。那所以你依存的这种环境不同，这样如果是共生的话，它你提供我好处，我提供你好处，大家各有好处这样子。哦，还有一种附生，像我们看到树上长那个杉树啊，杉树长在那个树上，对树没有影响，它只是借住而已。我借住在你家，既没有给你房租，但是我也没破坏你家，这个叫做附生。啊，所以它是借住在你这里而已。那共生是大家各处一样好处，比如牛背上的鹿。鹿丝吃牛背的寄生虫，那牛背提供植物让你帮我除虫，那是大家互生啊，互相有好处，共生就是互生。然后寄生的话，就是这我们讲的寄生虫啊这些东西，所以它各自不同。一个是住你家没给钱，一个是住你家有给钱，一个是住你家不但没给钱，还把你家弄坏。所以这是三个不同的地方。就每次这样讲完，就有小学生会哭啊，那我是寄生虫，我完了。那妈妈，你看吧，你就是寄生吧。我说不是不是，我说现在那个你靠妈妈，将来长大了妈妈靠你，所以你们是共生不是寄生。哦，那还好那还好，哦，所以就放心了。好，所以这是植物的部分。哦，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让大家体会了解说，哎，原来大自然其实是蛮有趣的，原来自然里面有这些东西可以让我们对它产生兴趣，可以让我们发现说，哦，它原来是有无穷的这种奥妙的。好，那用这样的方式去跟我们的这个
游客解说的时候，大部分的游客他都还听得进去，他都还觉得说，哎，还蛮有意思的。哦，那我也多少知道了一点东西，学到了一点东西。那这一点东西。